小凤，今天是咱们俩恋爱第一天。听说啊，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，必须先抓住一个女人的胃。小迪哥今天给你做饭吃，好不好？小迪哥，你还会做饭呢？我都不知道。你开玩笑，你看不起谁呀？我做饭可好吃了。我不是很相信。你不相信我？嗯。行，现在咱们俩去买菜，我等一下给你露一手。好。走。小迪哥，你看这个笋跟我们家一样。哎，还真是啊。这说不定就是从我们家运过来的。哎，真的有可能啊，从你家砍过以后，然后运到这里的。啊，小凤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花菜。花菜。嗯。走。再给你来个番茄炒鸡蛋。老板，那给我拿块猪肉吧。拿这一块。小迪哥，我想吃辣椒炒肉。可以，那我们就来两个辣椒。好。哎呀，食材准备完毕，准备开始做饭了。哎，小凤，你帮我把那个围裙拿一下好不好？在那个下面的柜子里。这里吗？啊，对。哎，我手上有水，你帮我记一下好不好？嗯，好。还有腰，你要帮我从后面记一下。这里呀、啊。哎，对。好了，小弟哥。好，那我就准备开始了。啊，你就去那边坐着休息就好了哈。在这里看着吧啊！哎呀，小迪哥，但不是你这么打的，你这要不还是让我来好了吧？我刚才失误了，手滑了一下，我平时打蛋都不是这样的。没事，小迪哥，你之前不是说好久没吃我做的饭菜了吗？这次让我来好了。嗯，哎，这个，要不你来，今天你来啊，下次我来好不好？那等一下吃完饭。我刷碗啊，不许跟我抢。好，那我来吧。好，这么久没吃小凤做的菜了，真香啊。嗯，还得吃小凤。哎，小凤。嗯。跟你说个事情。什么事啊？前两天你不是说想爷爷奶奶了吗？然后呢，我这边审批了一下。知道吗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种生活。什么样的生活啊？一屋二人三餐四季，你知我冷暖，我知你不易。小凤，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我理想的生活啊，嗯，我理想的生活不是那种大伙过日子的，而是你一见我就笑，我一见你就开心，在一起做家务，一起吃饭，同甘共苦，三观一致，没有隐瞒，没有背叛，也没有谎言，这种简单平淡的生活，你知我冷暖，我懂你悲欢，我们在一起相互理解，相互包容，一起相守一辈子。小凤，这不光是你理想中的生活，也是我理想中的生活。小凤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我们会变老，但是爱。